我的名字叫邵丽。My English name is Angelina. And 说，明天就要回中国了。所以说跟同学们有一点感觉不舍吧。然后，我挺喜欢这里的 winter sport。就像这里有很多 winter sport， 例如排球，还有篮球。我比较喜欢打篮球啊，然后平常，有的时候整个下午都是 PE， 所以我觉得这种教育方法是很好的。然后，还有这里还有早茶时间，就是同学们可以把自己喜欢的早茶带到学校去，在早茶时间吃。然后，这里的老师都非常的友好，如果，你不开心的时候，他会鼓励你或者给你东西吃啊，就是像这样子的。然后我比较喜欢，烹饪的那个课程，因为。那个烹饪的课程食材是老师准备，然后如果你做好了以后，你就可以拿自己的然后去吃，反正就是很有成就感的一种那种。我的 homestay 也是非常友好的一家人。然后之前有一次他 homestay 带我去滑雪，我觉得特别好玩，就是去 ski， 然后从山顶上滑下来。之前，Mrs. Herrick 带我去了 Volo Bank， and Gondola， and and farm， yeah， 农场嘛。然后在农场里，我看到了很多小牛，就是刚出生的那种，然后还有怀孕的母牛啊那些，都是近距离观看的，所以我觉得。是挺有意义的，yeah.